我这现在已经疼得不行了。我在这来已经2个多小时、3个小时了。你们谁说了算？谁不让我进？谁不让我进医院门口？你们三个人值班的呢？谁不让进？也不说话，是不是？没人说话是吧？我们现在4辆车，在友爱医院门口，3个破水的。哦，还有5个人啊，在友爱医院门口，没人吭声，不让进。4个孕妇，3个破水的，一个已经工作特别规律了，没人吭声，也不往上汇报，要不就把门打开，我们进去，要不我们今天就升到这个，人死也死到这个门口，对吧？本来也不想闹，也不是闹，这是人命关天，爱答不理。哎，好歹我前两天来，人家好歹往上反映呢，你们反映都不反映吗？采访也不打个电话问一下，对吧？人是活的嘛，可以协调嘛，对吧？没办法是吧？也不吭声啊。